俄海军首次通过核潜艇成功试射锆石高超声速导弹。10月4日，俄罗斯国防部称，俄罗斯海军首次通过核潜艇试射锆石高超声速导弹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4日报道，俄罗斯国防部当日发布消息称，俄罗斯首次使用核潜艇试射高超声速导弹锆石，试射成功，射击目标是位于巴伦支海域的一个假想敌海上目标。声明表示，